中华代表团陆续回国，有个可爱的短发女孩带着自信笑容出现，她是桌球国手陈思雨，这次在世大运拿下混双银牌以及女子团体赛银牌。这次两面牌其实蛮意外的，因为就混双搭配的时间不是很长，然后而且人家一左一右搭配的都会比两个右手搭配的还好，所以我们两个能打到这里，我们两个自己都很讶异，就是没想过能打到这么上面。三面全大运单打金牌，伦敦奥运中华队国手，喀山世大运团体赛亚军，2014国际桌总世界巡回年终总决赛 U21 级的冠军，这些都是陈思雨的战绩。他是台湾数一数二的桌球选手，目前就读文化大学研究所一年级。他是力量型的球员，积极进攻，擅长两面弧圈打法，目前最高世界排名为35名。他有打球的天分，但是老天也没有给他打球的身体。那辛苦，他真的很辛苦，他是算是忍耐力很好，现在还没下去就一条了。这样，他之前还有更痛的，就是压下去就冒冷汗，然后后来我就爆哭。陈思雨从国二开始，这7、8年来饱受僵直性脊椎炎的困扰，由于吃药也无法有效控制疼痛，他得学着跟痛苦和平共处。我希望在我还能练球的时间上面，我可以尽量往世界排名前20名、前15名打，然后我也希望可以代表台湾参加世界锦标赛还有奥运，都可以多拍。跟陈思雨一起练双打的是廖振廷，8岁开始训练，现在19岁了，球风强悍全面，擅长单面全台正手攻击。大家好，我是廖振廷，然后我的球风比较凶悍。木讷，然后非常的含蓄，对，然后很温柔啊，对，就是相反的，他比赛他的打法比较属于凶猛型的，对啊，他比较没有过渡球啊，就是一直搏杀，一直搏杀这样。现在场上的犀利表现，很难想象廖振廷也经历过大哭不想打桌球的阶段。我记得他国小的时候，就是第一次来球场找我，第一次练他半个小时的时候，他就哭了，到厕所哭，然后第二次哭的时候，他妈妈又把他抓回来，然后又练不到20分钟，又吐了，当场吐在桌上这样。廖振廷6月份在全国排名赛当中拍下了河库老将吴志奇，如愿入选国家队出征亚锦赛。选上亚锦赛代表队之前，连续失败了4次，就是第一次选上就是可以打亚锦赛世界杯这样。刚获得企业赞助的时候，就其实蛮开心，但是可能成绩上面会还是有蛮大的压力。现在就是有选上代表队，然后可能心中的石头放下来。心中的大石头放下了，廖振廷带着信心，下一步就是瞄准里约奥运的参赛资格。